你认得爸爸吗？啊，认得 Daddy 啊，你看到 Daddy 就笑了，这样 Daddy 会很开心的。而且陆续啊，有一些网友截图截到你手指爱心耶，你是不是已经会比了？啊啊，努力努力，努力努力，我都没有看到你手指爱心耶，好多好多网络上的阿姨叔叔都有截图耶。不可能啊，你这么小，这样就会手指爱心，太早熟了。哦，我们先从比中指开始。孩子本来就很容易不小心比出中指啊。你一直在吐口水啊？不可以吐口水，这样没礼貌。不可以，还扯我头发，越讲你越故意哦。啊啊！对不起，我被讲了。嗯？怎么可以放开我的手呢？对，抓回来，抓回来。嗯？怎么可以放开 Daddy 的手呢？ Daddy 伤心，抓回来，抓回来。哎呦，我镜头晃了一下，因为我被他脚踢。啊，困了，好啦，不吵你了，睡眼惺忪，好可爱哦，可爱呢。